这个部分齁，他没有打破口供，他炸那二十几栋建的垃圾处理，东西你那边八千块，哦，这个依炸黑的八千块的照片，啊，其实我们当时都有露天燃烧，早期的，早期的，啊，目前呢，政府他已经把它有牵走了，上面的一些都牵走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咱大家看到，现在就是，诶，哦，你到管理才会看八百呀，站在那个位置，你望过去就会看到以前的垃圾山，哦，大约是这个样子。 好，这是一个比较朴素责任的政府的做法啦。哦，咱人家咧讲，等于就是任意的堆置在行水区嘛。嗯。啊，这个垃圾系40吨的粪扫呢，加一起系40吨的粪扫尼啊。啊，你讲够有可能？这个。一吨，我现在已经收到了。哦。一吨咱将近差不多有7-8公斤的垃圾哦，公吨哦。哎，好可能讲系你遐系40吨。啊，到尾。 他的地方名做公摊，波比，琼藏，琼一堆，当然还行嘛，对大兵也行，哦，变成就是咱讲的垃圾，垃圾的迄个，垃圾岛啊，哎，即摆已经来，哎，我有估算伊的数量，哦，所以那是一个比较。